来到异乡的城市，袂著无你的日子，一罐滋味早就已经真惯习。今夜过长夜，犹阁想着伊，是安怎到如今犹原放袂开？想要对天大声讲爱你。想要对天大声讲，我想你。今夜风微微，锁定你的天气，是一年一年一年的相思。梦袂话相思，月亮伊知影我想你，希望你紧回来。身边，想要对天大声讲爱你，想要对天大声讲我想你。今夜风微微，锁定你的天气，是一年一年一年的相思。心事我不会说，他说的敢是真实的？淑慧，我不对，一开始确实是沈曼娟叫我来接近你，我抓准你跟别的查甫人无同款，我抓准你是唯一一个真心对待我的查甫人。原来这一切拢是假的，拢是我想太多啊，拢是我想好骗啊。无唔对。淑慧，你看查甫人的眼光哦，真正足歹。每一个要接近你、想要跟你结婚的查甫人，拢想不到，你真正足悲惨的。沈曼娟，你嫁去啦！淑慧，不是安尼，你听我讲，一开始我接近你，确实想不到，啊，不过我后来愈来愈对你有感情，我愈来愈介意你，我甚至为了你。我跟沈曼娟拆破面，我跟吴全胜相拍，这你拢知影。我是真心真介意你，今日我约你出来，就是要跟你坦白一件代志。只是沈曼娟拄仔撞入来，我才袂赴讲尔。是安尼又搁安怎？你就是讲你自首就无罪行，就算讲是你亲嘴甲苏慧讲这个事实，嘛无法度改变你欺骗伊的事实。沈曼娟，你给我点起啦！好，你还敢讲啊？淑慧，你听我讲，我到底做唔着什么代志？是安怎恁一个字，都要安尼伤害我？我问你，我一生都无想要去看到你。淑慧。
要安怎无？我的代志免你管，你们把我甲放开，甲放开，走！我无爱放，我是真心要甲你牵手过一生的，所以我才对你这样坦白。我拜托你，给我一个机会好无？我袂阁相信你讲的话啊！恁这查某拢是骗子！你们都无想要再看到你啊！喂！房间我已经整理好啊，你就安心住落来就好啊。多谢。咱拢已经结婚啊，你莫安尼一直甲我说多谢啦。啊，你看咱会当先去房间休困，我要先来洗身躯哈。你要洗身躯？小诺。无啦，你跟伊说。好，那你要等我哦。今日是咱新婚之夜，你是袂当阁参像顶摆同款安尼闹跑哦。啊，虽然菩萨哦，有阁予我一遍机会哦，予我会当继续负心脑伫阿贵身上，啊，毋过即马。我比较会因洞房呢，这，哎呦，这是要安怎嘞？我也是等会因老爸发现之前，赶紧逃跑啦。阿婆，你是要去倒位啊？无啦。我要去灶脚后找看卖有酒无，会啉酒哦，会当做胆啦。哎呦，你压力莫遐尼大，以后了后，咱就变作真正的翁仔某啊。我相信，咱一定会过较足幸福、足快乐的。阿哥，我爱你。已经是翁仔某啊，你莫这么避俗啦。阿公，阿公，你要紧无？消息，哪会泄露出去啊？各位记者朋友，这件代志只是单纯公司内底一个员工个人的消息啦。我已经将伊开除啊，请大家放心，金融创投是一间体制真完整的公司，资金方面绝对无问题的。那你请问这位员工是啥物职位？先怎一个员工就会造成规间公司的资金周转出问题嘞？
既然你已经承认金融创投的资金周转确实出了问题，那请问这会行到倒位去啊？是不是因为党内筹算失利，才会动用一寡金融创投的资金来做一寡巩固地位的动作嘞？你是倒一间媒体啊？物件会当学袂吃，我袂当学袂讲的。而且我拄则讲的根本唔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什么意思？你把话讲我清楚啊！什么叶文东是上来？你说了一个啊！各位记者朋友，详细进行，我会找机会向大家说明。即马先还你去好不好？拍摄。小姐，小姐，请问请问，你们哪家清楚？咱行后边嘛。好。老会长，你总算来啊！我大家哦是急到要死呢。两位董事，实在真歹势，因为我的查某囝所犯的错误。造成公司面对这么大危机，让恁大家这么烦恼，我给恁回信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倒转来弥补的。我希望讲大家拢会用团结起来，这代志还袂搁较严重进程，咱会用想出一个办法来化解目前咱所面对的危机。请坐。原来会长是想要利用这当时的力量来对付李婉萱。会长，我感觉这个代志并无单事，我认为若雨，你想要讲啥，你就直接讲。会发生这个代志，是因为李婉萱想要找理由修理我，啊，不过。伊即马阁是金融创投当处长，就算伊阁较讨厌我，嘛应该袂提公司的利益，还阁前途讲算笑。找记者，甲代志要好大，这对公司来讲一点仔帮助拢无。我是安怎都想袂通，李婉萱是安怎要安尼做嘞？你讲的真有道理，婉萱无可能戆到去摸石头来戆家己的脚。公司甲厂商之间的交易，一定是公司内底的人才知影，安尼就真明显啊！公司内面有内鬼，是讲这个内鬼是啥物人？伊是安怎要破坏咱金融创投的名声？也阁有，伊安尼做对伊到底有啥物好处？你先出去。爸，你是安怎会来这？刚刚恁大家约好要来先问我。李婉萱，你身为董事长，是安怎看起安尼无要无紧的？你敢知影这个消息若传出去，是会严重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对公司的影响有偌大？你敢知影？是啊。老会长在做董事长的时阵，公司从来都毋捌出现过这么严重状况，啊，奈话恁话，就毋捌先出代志嘞。恁这也是爱怪我的领导能力，才害公司出状况是无？我甲你讲，公司的内鬼，就是伊。主要原因唔甘愿和我开除，是爱怨报复。将公司内底的资料泄露至才知影，咱银行付款的代志，唔才泄露出去。人讲千防万防，加擦两防。主委，我实在想袂到，你竟然为着要报复我，做出这么卑鄙的代志，
是条阿哥。李婉萱，我唔是你啊，我敢有可能做出遐 B P 的代志？唔是你，够像。好啊，卖个弯啦。即马这个时阵，敢是冤家的时阵。婉萱，你身为公司的负责人，即马公司发生这么大的危机，你敢有应变的对策？啊！这件代志也唔是我冒出来，我哪会知影怎处理啊？你是当处长呢，你唔知影要怎处理，啊！下面的人敢知影要怎应变呢？是啊，我看你哦，根本都无适合做当处长。金融的资本额遐尼高，将来都唔捌发生过资金调度异常的代志，是唔是你挪用公款，摕去用作你政治上的用途啊？一直叫阮放手啦，男人啊，就爱勇敢向前行。想要对天大声讲爱你，想要对天大声讲我想。金融的资本额遐尼高，将来都唔捌发生过资金调度异常的代志，是唔是你挪用公款，摕去用作你政治上的用途啊？什么挪用公款？这是真严重的指控。你若敢犯不听，我会告你诽谤。既然你若是一点仔拢无心虚，啊无你即马甲校服摕出来，我安大家来对对来检查，你敢讲？我即摆还阁是金融创投的董事长，我凭啥物仔听恁的？有才调，你着开董事会来换。若无，无可能听你的命令。你莫想遐歹哦，虽然啊，你的股份上多，但是吼，你若是做唔对代志，阮嘛是有法度吼，为你将董事长的位置扭落来哦。无唔对了，你若是要经营，请你甲经营权交老会长，伊才是上了解金融创投的人。什么我不要经营，我爸做的，我赶快做一个。好，既然你安尼讲，那恁你即马马上把危机处理好势，把那笔延期的汇款交还出来，而且你要把金融创投的名声补救回来。啊，那无，我就会联合所有的董事，把你为董事长这个位置扭。金融创投的头家，你无可能将我这位置提走，无可能！阿姐，我有一天的消息，就马上挂过来，想要到阿是慢一脚步。啊，拄才你讲去煞煞行出去，是毋是伊讲骂你啊？你心内受着委屈？伊竟然联合其他的董事。想要把我董事长的位置扭来，我哪有可能袂生气啊？啊是讲伊拄才人去倒位，想要即马才来，害我拄啊一个人应付遮济人呢。我一收到消息以后，我就走去找电视台的朋友啊，叫伊想办法要把这个新闻压来，谁知已经袂有啊。婉萱，是的啦，啊拄才无赔点的你的身躯边，害你去互迄个人欺负。许忠强想要把我开除董监，即马金融创投。若真正有刘光耀的名仔寄摕倒去，我就啥物拢无啊！即摆我头壳乱糟糟，你紧替我想办法啦！啊，即摆风波闹到遮尔啊大，即摆优势拢转向刘光耀迄边，只要伊想要把公司套转来，咱绝对无赢面。
那安尼咱是要安怎？公公真正爱把金龙上头献给伊？有啊，我有一个办法。是啥物办法？紧讲啊！就是你马上辞职，而且指派我做金龙创投的董事长。婉萱，刘光爱要告你继承无效这个官司，我已经研究过啊。因胜诉的机会真大，除非你把所有的财产拢过户啊，才会当闪过一摆危机。等官司过了，我再把钱还予你啊。虽然正义的办法真正会当解决问题，啊，不过我是无法度完全相信伊的。婉萱，你又莫阁丢毒啊！即摆刘光耀用尽心机要对付你，确实讲你无爱想一个办法自保，咱过去努力都拢乌了去。你讲了有道理啊！我会考虑先辞掉我当处长的位置，然后指派你接我的职务。我哪会急呢？你当时要过户啊？这个代志以后再搁讲。我相信，只要是刘光耀早干一天，伊就无可能对我受过绝情。这件代志都有抽屉的所在，你就好好考虑，看安怎安排。好了，等你想清楚以后，你再跟我讲你的决定。你先坐一下，我去倒一杯茶给你。这个李婉萱真正够歹地头，到即马搁咧提防我。早晚有一天，你的一切拢会是我的。小明，淑慧真正感冒啊？拢是我唔好啦，你阿姨生气。昨暗南雨南几暝，我囥伊嘛囥袂叮当，只有点点。跟伊后壁行。啊，淑慧即马状况安怎？敢有去看医生？因为即马有心啊，无想要食成药，所以我炖一寡姜母茶啊，陪你妈，即马叫我。对啦，阿姐，这个鸡汤是我炖给淑慧啉的，想要给伊补一下元气，麻烦你替我调。你请了我给你提药啉。我所了解的淑慧，我感觉伊毋是一个小心眼、无巴肠的查某囡仔。啊，若是恁少年人啊，谈恋爱的时阵，难免意见袂合是。啊，恁若是甲伊讲一下，解释清楚，或许所有误会都化解啊。阿姐，这下代志无遮尼简单啦。我惊我去看伊，伊的情绪会搁较激动，对身体无好。我是过一阵仔才来找伊好啊。好啦，你若讲好就好，我袂勉强你。多谢。对啊，我来找伊的代志，麻烦你替我保守秘密。搁有鸡汤，嘛莫讲是我煮的。有啥物代志？打电话，多谢阿姐，我先来走。鸡汤哦，是要你煲的，恁趁少啉嘛。爸，多谢您嘞。爸，是的啦，我昨下暗才回来，搁予你等我。今仔日搁要我家己人艰苦，予你照顾我，替我填补，我实感觉足歹势。哎，不要紧，阿辉你昨暗哦，我嘛拄好困无啥下去。是讲，若是你真正感觉歹势啊，
安尼应该给你的身体够有用，让你的感冒赶紧好起来。唔通袂记者，你爸肚内面的囡仔是爱靠你，才有法度好啊大汉的。我知了，爸，以后我会好好照顾身体，袂凊彩患病。我想要知影昨昏发生什么代志？你无主动跟我讲啊，这就表示讲你无想要我知影嘛。所以我想，等你想要我知影的时阵，你自然就跟我讲啊。爸，多谢你这么体谅我。除了我妈妈以外，你是上关心我、上照顾我的时段。哎，好啦。别讲阿姐，先啉鸡汤啊！有好啉无？嗯，真好啉，多谢你。其实这鸡汤是拄只麦克提过来。师伯，我是唔知影你甲麦克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啦。啊，不过我看得出来，麦克伊对你确实真关心，伊的心内嘛真要紧。啊，若无嘛无可能讲一个查甫人啊，爱安尼这么辛辛苦苦炖一个煲汤，搁专工送过来。所以我是建议啦，看是毋是会当给你家己嘛，给伊一个机会，听伊解释者。凡是你有甚物误会，还是有甚物代志，规个讲开都无代志啊。爸，我和麦克是毋是咱继续走落去？我还阁详细想看卖咧。卡算若是会用的，我无甚物阁讲感情的代志，实在想折磨人啊。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爱心早餐，你肯吃？这是特别为我准备的，你真体贴的呢。从今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替阿国给你饲到白泡泡又咪咪。替阿国？你是咧讲啥？你就是阿国啊！哦，无啦，我讲伤紧哦，讲唔对啦，阿莫讲遐啦，阿叹息紧吃。嗯。啊。安怎？好食无？嗯，足好食安尼。只要是你煮的物件哦，拢足好食的。阿哥，以后我逐天都要食着你的爱心早餐哦。当然无问题，你若想要食，我逐天煮给你食。嗯。我会开吧。嗯。阿玲，阿玲奶奶啊！阿玲长受伤啊，想讲过来哦，关心一下你的状况，看一下。哎呀，哎呦，不错哦。阿哥，看你气色袂歹，讲有一句话给你照顾吼。阿伯，慧英啊。你那不干，挂的，要怎发生什么代志啦？是我无说你，才害慧英受伤啦。嗯，不是啊，不是阿国害啦，拢怪我想过着急，才害家己受伤，害阮的新婚之夜就安尼叫我破坏去啊。不是啦，拢是我的不对，是我想过粗鲁，才害你伤到安尼啦。
讲，我阿公，我知恁少年人有体力有精力，想要好好享受一个新婚之夜迄款快乐。阿母，你讲不干呢？你新婚之夜，告诉我才刺激。是啊是啊。哎呀，阿公，看袂出来你原来是床上一条龙哦。有机会哦，敢当教我两步撇步咧？哎呦，唔是啦，恁误会啊啦，火焰的伤哦，唔是恁所想安尼啦。哎呀，卖管遐济啦，一个新婚之夜呢，舞甲变安尼，可见你七岁准的，又为你实在太强。爹，即卖庙拜拜，消灾解厄者。就是讲，阿哥，我看你赶紧赶去庙拜拜，啊那无，唔知佫会发生什么代志哦。袂用切啦，火焰即马受伤啊，我会留落来陪伊啊。不要紧啦，因讲了无唔对，咱新婚之夜就发生即款意外，你确实是应该去庙拜拜，去求佛祖吼，保庇咱的婚姻会当顺利幸福。啊，不过你家己一个人呢？你拜完紧回来就好啊。好啦，那你家己一个哦，你家遐细腻哦。嗯。给你麻烦，啊，若不是，人家也是讲要让吴全胜得到报应的计划继续进行，所以叫我来选一个配件呐，我也袂麻烦你啊。是讲你拄只拣的物件，真正拢足好看，你的眼光足好诶。其实你本来就真有领导人气质啊，拣你的衫也袂讲真困难。你看这领带遮，甲个对遮迄个领带就素配呢。你甲写看。你讲好就好了。嗯。小姐，麻烦你，这领带遮替我包起来。多谢。各位，我的皮包伫咧这包包内底，麻烦你替我提一下好不？哦，好啊。来，谢谢。还是我家己找好啊啦，佩佩。计程月笔记呢？你想要做啥配合你？佩佩，这是我甲展月的代志，你无需要了解啦。那不是好朋友，想要做展月的代志，袂当知影。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讲清楚？佩佩，你莫管遐济啦，你配合我啦。交代予你，我唯一的牵挂就是佩佩，你是我唯一会当信任的人。希望你会当答应我，留伫佩佩的身躯边，甲我照顾伊。一世人无论安怎，拢莫离开伊。啊，可有这件代志，莫予佩佩知影。展玉。我倒是尊重展月的意思，所以这代志才无予你知影啦。佩佩，不管你对我有啥物感觉，我拢会用朋友的立场来继续关心你、照顾你。是的，我知你对我足好的。也毋过，我无可能阁接受别人，我只爱展玉一个人。我知影，我嘛无需要你接受我啦，
啊，你想看卖咧？除了方院长以外，伫咧这世间上，搁加一个人甲你关心，陈云也知影，一定足欢喜的。为着让陈云放心，我爱你超越艺术，去走。叫人有陈云的笔迹写批，真正有效。虽然安尼真过分，啊，不过安尼皮皮，你都无法度相骗我。黄金翁啊，我惊死这黄金！了的，人阿公祖先皇代的七岁全名的，已经拖累到伊这代开始落灾啊。可是讲你会当替伊破解，你要做一件好代志，你就好报。那你以后所得到的物件，绝对比保重加几落几落倍。真是啦！啊，不过你嘛先跟我讲是要乌什么货，我心内就准备啊。阿爸爸，来冲刷你是变哪？我太了解你了，我若是啥物件拢甲你讲，就算甲你卡骨讲互断，你也不可能去，对吧？都唔对啦，我是绝对无可能去。哎，即摆是你唔对，你来假用啥物物件啦？佮讲啊，我才来。歹势，一切拢是我的唔好。请你莫甲钟教授计较啦。啊，说落去，说落去啦。啊，代志咧发生啊，上对上唔对哦，无重要啦。我今日来庙里哦，就是要拜拜，希望我的姻缘哦，莫去予冲煞冲掉。先煞收一下惊的。哎，搁你计较，就惊这条，算你的。啊，好啦好啦好啦，我来讲，只要莫搁生气，所以唔甲算我，也莫紧。看你们在吵。哎，这里，过来过。那个神呢，就是顶界生出七岁绝命的神呢，一生有准呢。不然过来清洗看卖，你可以当生出啥物？真嘞真嘞，歹势啦，出门者哦。阮顶界给你问的，啊，你七岁做命的，还未找着着啊？真是这么厉害？那会隐藏受伤，完全是去给你带水。咱三个跟伊才好，一定会一个一个给拖落。我袂甲阿哥做朋友啊啦，人我才拄结婚尔，我甲小海哦，还阁有足侪小小亮、小小爱要生嘞。嘿，到时阵哦，我若真正出啥物代志，小海若是嫁予别人，囡仔全部对别人生，安尼我唔白了讲。哎，你安尼衰哦？你有结婚嘞？我这无结婚嘞，毋是安头，衰个卡。无结你个头甲一空啦，顶边个刘阿姨你毋是结过啊？结你头甲两空啦，你在场啊？你知影无结成啊？七岁做命戏，我会破。这位先生的女名应该有提吧？迄个阿哥，我已经甲小爱结婚了，我即马身份是人夫，你莫阁少想要订机票，甲我去美国结婚的哈。
哎，你莫白讲好不好？我这边嘞。哎，我生得比你高，比你缘投，那阿哥要选哦，也选我啊，你哦。哎呀！我这话是在讲啥？哈，你哥哥哦，难道南港金城有啦？你敢知道我是有看书啥？你看书，阿玲姐，阿玲姐，好啊，三路的话。 不是啊，你那查理啊，研究小小，可就问者，既然你进前算出七岁全命的，你敢会当阁算出个解凶手所在的感觉？歹势，这我无办法，我敢会当算出大树几只狗仔，伊的身躯顶露面的血迹。 伊的时间存无偌济啊，你得把握时间，知影无？老师，你是不是知影什么？请你甲我讲，我应该安怎做？应该安怎做？这得看你家己啊。啊，不过嘞，你若有啥物要问我，我会当帮你请。好。你伫这面顶写一个我方案。 想要对天大声讲，爱你。想要对天大声讲，我想你。今夜风微微。这日看起来，搁袂歹。伫半个月内，你的任务会成功。 江家师嘞，老师，敢若请你阁解释较清楚诶。这日无做了，啊！若以倒边来看，是真，都是代表讲光明已经来啊。啊！若以这手边来看，都是在，都是意义丰收。你所求诶，一定有一个好诶结果。老师。 多谢你嘞！老师，我嘛要撤资，算人命啦吼。歹势，是我介意话，我才会主动来甲斗相共。歹势，我无要做生意啊。哎，老师，啊你不摆搭，你是要趁钱啊？我有钱，我。哎，一千。 老师讲着我姻缘的，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可以啊，就国讲，当然嘛是你的姻缘哦，就跟他存。这是人住在这上恩道的罗汉卡。你放心，我钟教授，你的伟泽哥弟。 我绝对袂让你做罗汉卡。辉泽哥，多谢你。以你的条件，你只要继续好好修行，莫讲是罗汉卡，你有罗汉心、罗汉手、罗汉头，甲头毛加加，规身躯喷金粉，你就变做罗汉金。
老师讲了对啦，那你要叫人娶某某啊，归去啦，考虑者头毛加加的出家做和尚，好，明仔爱记食菜哦，十八当人。阿弥陀佛。无啦，恁讲。我对你讲过，你两个要创滴，你两只。你保庇我，会当亲像头拄仔先生所讲的，顺利完成任务，让若云、甲爸小林替我，还佮阮妈报仇，嘛希望我会当赶紧了解你予我转来人世间的用意，安尼我就会当安心啊去投胎啊。在你讲生笑的，你看阮到即马搁咧笑，哈哈，莫遐尔计较啦。你是讲咩？我讲你放心啦，阮两个哦，一定介绍一个真肥真肥，不，真水真水的妹妹给你啊，妹妹，你真正出家做和尚啊！哦，我甲你讲啊啦，天公咧讲兄弟，啊，你做拢做家己，莫插人啊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想要跟我调来报仇，连十分钟都唔免。机会来了。哎，小等一下就来啊，莫遐尼着急啦，坐来等啦，吼，还阁位啊？无位啊。无要紧啦，无要紧啦，啊，我拄仔走了淡薄仔喘啦，啊，徛咧较好，恁坐咧好啊啦，吼。啊？爱着你喘哦。嘿啦，遐尔啊吵，敢要乌人娶某？小看一下，哈，不是我咧操蛋的啦，张梅啊，我甲小爱新闻之夜，为八点钟开始，一直进到十二点重播。除了广告以外，小休息尔，继续进到日头出来。小乌姐你啊，空空。徐亮，你讲我丢手，莫袂讲话啦。哎，阿哥，你面是看起怪怪的，是毋发烧啊？呀！钟老师啊，你是调到什么坏大声？你一定拢知影，现在做咩在搞错？我杀着鬼的呢！哈哈哈！恁都唔甲我创滴啊！恁这两只斑马哦，等下我甲阿古要过马路去，拜托恁，爱拍伫马路顶头，我按顶头打过。哈哈哈！倒去啊！赶紧去！
为着办法。阿哥，这皮包我的啦，多谢哈。阿亮，恭喜你，你总算完成跟小爱结婚的心愿了。这嘛表示我会放下对你的感情。请你来。阿乐，你找我有什么代志啊？你哪来看我？是有啥问题？新闻报到这么大，我敢不免问清楚？新闻报道讲，你冒充杜瑞峰。啊，其实你真正的身份是车行的副手，你的全名叫做吴全胜，敢是真实？讲唔对啦，我唔是杜瑞峰，我就是吴全胜。啊，我进前亚洲集团所有 case， 拢是杜瑞峰指示我去查的，因即马指控我，拢是无影无假的代志，应该我打这里。你们个亚洲集团所有错误都塞我头壳顶，艾伦啊，你想看麦？假使我真正对杜瑞峰安怎，我哪可能会走去吃亏贴包我的身份？这拢是伊诡计，你千万莫相信伊。你甲杜瑞峰有啥物恩怨？我唔知影，我干那知影，你唔是亚洲集团负责人，我想咱合作应该都会停止啊。因为我想要合作的人叫做杜瑞峰。艾伦啊，虽然我跟杜瑞峰关系已经很清楚啊，啊，不过这并不表示我手头无资金呐。我再讲，我之前投入的资金，拢全部是我私人资产的，你要开发土地，嘛是拢我名下。所以艾伦啊，你选择跟我合作，才是上心头的。干嘛呢？当初我选择跟你合作，是因为我抓准你是杜瑞峰。啊，即马你手头有资金，那是搁安怎？亚洲集团无可能继续支持你啊！产生这款合作对象，我无需要。艾伦，以咱过去合作经验，你爱我出钱就出钱，你爱买土地就买土地。安怎？我做到安尼啊？敢讲你也是不相信我？艾伦，我有资金，我有能力，你上届做出成绩是早晚的代志。只要你愿意相信我，我能证明你选择我做你合作伴呢，绝对是你上正确的选择。是啦，咱是已经合作一段时间啊。虽然你把我失望过，也不过最后结果是满意。土地现在在你的手头，啊，资金你嘛出啦。讲实在的，这个 case 若放弃是真拍算。我想，咱还是继续合作。艾伦，多谢你。先莫欢喜，才尔早。若要继续合作，我希望你会当提一块诚意出来。诚意？你意思是？佳姐。唉，因为你哦，无像杜瑞峰啊，所以即摆你的信用互人怀疑。即摆议会内底有几个议员开始无信任咱的开发案，甚至各议员讲要重新评估啦。啊，唯一会当解决的办法，就是赶紧私底下找几个掌握关键选票的议员，伫私底下替咱出力，安尼就会当加速咱这個开发案的进行。所以你讲看卖，
这个费用你敢唔免出？我已经投资这么多钱啊，无理由即马就放弃。虽然建疗单位最近一点严格监控我的资金流向，甚至可能会冻结资产，不过我应该钱为国外转去曼娟的户头，到时要透过曼娟来处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当然啦，啊，这个代是我引起啊，应该是我来处理啦。啊，是讲，处理这个代志，应该啊，出的费用差不多偌侪钱啊？看起来你的头壳算清楚了吼。查甫囝做代志就是安尼，爱有魄力，爱有效率啦。既然你这么有诚意，咱就继续合作。对了，多谢你啊。那呢，甲议员吃饭、吵代志、地点的时间，等你确定才通知我。有个代志，我先来走。顺其不送。全身已冻结啊，初步是无问题啊啦。啊，也毋过，伫遮短时间就要请议员食饭，安尼敢有法度？你放心啦，我已经请卢秘书长安排，伊只要来参加就好。吴爷嘞，我要提醒你，即摆卢秘书长是用党秘书长的名义邀请遐议员食饭，无人知影，咱是要利用伊来袭击吴全身。这我知影，那遐议员会当参加？村呢，就是我甲卢秘书长的配合吧。希望这边会当为吴全胜一边，搁挖一挂钱出来。立完，听讲金融创投顶个月汇款全部爱用期付款，这敢是真实的？请问金融创投的资金周转出问题，敢会当请你说明一下？各位记者朋友，这件代志只是单纯公司内底一个员工个人的消息啦，我已经将伊开除啊。若雨，金融创投，车坐啦。这是我竞选海报的相片，你替我见见。我感觉这张袂歹呢，有女性的温柔，嘛女性坚强。若雨。你敢有看到李婉萱的新闻？伊即马规个都是落灾，去互记者定死，四界去用别个访问伊，实在是足好笑的。千妹，其实我来，真想要问下个代志。我感觉这个新闻真正足奇怪，明明无真侪人知影，煞会互人爆出来，好亲像是有人跳过伊做个。你是想要问我，是不是我做的，是无？无唔对，是我做的。之前李婉萱处处针对我，我早就想要报一个鸟气妖丸啊！而且这个是正义主动来拜托我，我哪有可能会拒绝伊啊？是正义拜托你做的？那呢？伊敢有给你什么约束？有啊。伊答应我，要甲李婉萱离婚了后，就马上甲我结婚。若雨，你是正义的情妇，阁是我的好朋友，我相信你会有风度，在阮的婚礼上甲阮祝福。你真正想要甲正义结婚啊？当初我是为着要报仇，才会使给许千妹嫁给正义。啊，不过即马，许千妹是完全爱着正义啊。啊，不过正义不是一个好人，我安尼做是不是等于害着伊？我当然是真正想要嫁给正义，敢讲你无想要祝福我？假使讲你两个人是真心相爱，我当然嘛祝福啊。
啊，不过正义即马是有太太啦。第一，还未甲你完全离婚之前，我希望你会当好好保护你家己。感情这款代志，查某人总是较吃亏。我希望你会当确定正义对你的感情。就算讲加给伊考验都无要紧，毕竟有考验过的感情，才大可靠。陆羽是什么意思？当初是伊硬要甲我甲正义送作对，即马阁叫我考虑。刚讲伊家己嘛想要甲正义好好，多谢你的提醒。啊，不过你这个做真母的，只要卖阁甲正义有接近，就是对我上好的祝福啊。千妹，你是不是误会我的意思啊？我是讲，歹势啦，我阁有代志要无用。竞选海报的相片，我家己决定就好啊，无送啊。嘉欣啊，淑慧身体会好就济啊。伊啉了一壶伊的补汤了，气色就加好足济啊。阿姐，多谢你，麻烦你继续照顾淑慧。好。虽然讲淑慧的感冒好就济，啊，不过有看到伊的人，是感觉无放心。爸，妈，你是安怎？我看你的心情，敢若毋是真好。我拄则听你讲淑慧感冒，你是毋是咧烦恼伊？既然安尼，你是安怎无要去看伊？安怎是无？你是毋是甲淑慧冤家啊？爸。其实开始，我甲淑慧的熟识，是因为沈曼娟叫我去接近伊，破坏伊甲吴全胜的感情。我迄个时阵想要嫁伊曼娟啦，所以一时糊涂答应伊的要求。所以淑慧知影这件代志以后，伊即摆心肝内真无爽快，对无？这确实是你的不对啦，你哪会听沈曼娟的话去做这种代志？我即马念伊嘛无效啦。我嘛知影我家己不对啦，我嘛就想要弥补伊啊。不过，即马唔肯跟我见面，我想要回失的嘛无机会啊。好啦。既然伊无想要甲你见面，那呢，我就替你去处理这件代志。爸，你要帮我去甲淑慧见面啊？我感觉会出来，淑慧这个查某囡仔本性袂歹，爸爸嘛看会出来，你足介意。自以前到今嘛，你的感情路一直拢行甲真坎坷。爸爸嘛希望讲。看到你的感情世界会用幸福，会用美满，所以我才想讲要跟你斗三工。爸，多谢你。你先莫甲我说多谢，我唔干那是跟你斗三工，嘛是替我的金孙斗三工。也唔过我要见过你，我若是去考劝淑慧成功，你一定爱好好对待伊，有听到无？小姐，麻烦你过来一下。先生你好，你需要什么？我想要请问你一下，拄仔出事的红孩仔，应该穿倒一种材质的衫较好？
出现阿姨啊，是爱穿这种西啊衫啦。迄个毋是麦克因爸爸，伊奈来买囡仔物件。麻烦你替我把这些衫拢包起来。先生，啊，你一边要买遮侪领哦？这是要给阿孙穿的啦。我唔知影应该买倒一种才好，所以就加买几束啊。时间给伊妈妈去选，看倒一束较适合。好啦，无问题，我马上哦帮你包起来。李婉萱的囡仔，唔是已经无去啊？伊哪会讲要买给伊的孙？淑慧，你教阿叔吧，你等我一下，我即马随过。感冒啊，所以我就想要来去关心一下。你即摆看起来加较有精神嘞，应该有较好吼。有啦，我好真济啊，多谢你。这要给你。这是。虽然讲我的金孙还要等真久才会出世。不过我这个做阿公的吼，忍袂住啦，就赶紧走去买这个衫要给伊穿。淑慧，我知影你敢卖冤家啦，不过我相信以你的智慧，你一定会想到真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代志，所以我无想要加骂。不过我单单希望讲，你能带领我是一个时代人，让我有时间的时阵能来关心你，还有你巴肚内的囡仔，安尼敢会？咱莫一直徛在遮啦，找一个所在慢慢仔讲。我本来想讲吼，要买一寡较营养的补品给你啦，但我想想的，我是决定讲要请我美国朋友陪同。是安怎？刘光耀讲，吴淑慧巴肚内的囡仔是伊的孙，敢讲迄个囡仔，伊爸爸毋是全胜，是 Mike。全胜，我有一件小重要代志要跟你讲的。哎，曼娟啊，我来看杜教授的资料啦，等我看完啦。袂用的啦。这件代志最重要，我一定要马上跟你讲。好啦，有什么代志你先讲啦。我拄只去替子轩买衫，结果我去拄到刘光耀，伊嘛咧买囡仔衫呢。然后，伊就把遐个衫送给吴淑慧，而且我亲耳听到，伊甲吴淑慧讲，伊巴肚内遐囡仔是伊的孙。那安尼，吴淑慧巴肚内囡仔，就是麦克的。我怪麦克最近较俗诶，行遮尼晏。曼娟，俗诶囡仔代志，咱已经讨论过啊。你家己有讲过啊，这囡仔你会接受伊，你卖个当作家己囡仔照顾，我嘛甲伊挂保证啊。我请你放心，等囡仔出世，我一定甲吴淑慧等啊清清气气。这卖是安怎？又开始疑神疑鬼啊！你这么讲这话，什么意思啊？这个不是我咧怀疑呢，是我听到刘光耀伊亲嘴讲，迄个囡仔是伊的孙呢。我是咧替你烦恼，惊你吃亏，你敢咧讲话？曼娟，你家己想看卖，为了这个代志，你骗我几遍？你讲我在白贼话，我在吞论万两里。
结果咧，无两天又开始啊！好啊，蓝曼娟，这件代志你就卖过烦恼啊！我呢找时间好好观察吴淑慧，安尼好不？好了，够有了，我先来走。我给你的资料，你敢背好啊？有啦，遐疑问资料我拢记条条啊。所来都麻烦陆秘书长到配合演出。你做你放心啦，我想想各交代的代志，我们哪有可能定答？看来是吴全胜的车来了。秘书长，你冇来啊？真歹势，个人在遮应酬啊。吴全胜，我甲 Allen 会到遮等你，是有一寡话先甲你讲。我是惊讲，万一你等一下入去，若是得罪遐议员，死到台东温泉度假村的案件若是无去，我真正唔知影要哪甲徐长伟讲。刘秘书长，其实你应该无希望这 case 通过才对啊。以你跟杜文德的关系，我是不是应该怀疑这顿饭完整啊？吴全胜，虽然你无抢杜瑞峰做个总裁啊，也毋过伫个商场上，你的技术还佫礼数拢无够，你哪会当对刘秘书长讲出这款话？你也知影。在正常界是无永远敌人，嘛无永远的朋友，大家拢是在商言商，有钱做伙谈。你即马讲这款话，去得罪着秘书长，安尼我千拜托万拜托，请伊来斗三工，这心理难度无采工啊，应该会死的。全胜，若不是 Allen 千拜托万拜托，我是绝对无可能甲你这个普龙公道砍死。我明明知影今日来这人是你，我是安那要来？这都是你无了解的美感。虽然讲我甲阮常常哥有交情滴，也毋过我当来遐个同仁哦，我更加需要关心伊呐。这是关系到我的前途呢，我要哪有可能弄破家己饭碗？讲到你这个高低水价，未破鸡破。秘书长，歹势啦，啊，不管你讲白话。卢秘书长，你真正拍算要反背杜仁德？第一件感想，我看袂起你，因为你伤害阮常常哥的后生，就等于伤害我。啊！若在你脸上，在上言上，徐长伟因为一人的关系，已经跟我拍过招呼啊。安尼，我绝对袂让伊失望。简单讲，这个案件是徐长伟要提的，我绝对会挺伊到底。而且啊，这个 case 议会已经通过。刘秘书长，啊，真正歹势啦！啊，拄则对你无礼貌所在，
请你多多包涵。阿丽，你真正足敖的，你先莫甲我胡闹啦。你敢捌听过一句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只怕猪一样的队友。等下入去，我希望你也会晓看目色，讲话要有前兆，唔通做猪一样的队友，破坏我甲罗秘书长的布局啊！我知影，咱来即马跟咱入去啊。稍等一下，秘书长，我去车顶提一寡物件。歹势歹势，阮迟到啊！袂啦，阮嘛即摆才到尔，目前感谢罗秘书长安排这个分局啊，通予阮有这个机会，甲这两位优秀的企业家见面啊。大家先坐啦。会当安尼互相交陪，加熟悉一挂人，有好无歹啊？各位议员，大家好，我是吴全胜。以后较有机会哦，我一定好好开发地方小建设。各位先生，这位是吴全胜吴总裁，伊是即马创业家上上有实力的新人啊。啊，虽然讲伊过去是做黑手的，啊，不过人讲英雄唔惊出身低啊。虽然讲过去做黑手，若知影会向掠机会哦，赶快嘛会使变做总裁啊。希望大家多多开心啊！啊，来，我敬大家。对啦，台东迄个度假村吼，参照着伊湾，你嘛是为基层做起啊。做里长的时阵服务里民，啊做议员的时阵服务市民，亲近台东啊实在有够力啦。叶议员，你是输人无输阵啊，伫地方上哦，民调拢是第一名啦。啊，谢议员，你都搁较唔免讲啊，连续五届拢选掉，我看后一届议长一定是你啦。啊！这台东在地建设，都要靠各位先进到小天啊！这是一定的啦，咱台东哦，一定会愈来愈发展。来来来，来，饮一杯。来来来，各位议员哦，恁这么优秀，我若是才恁哦，我真正感觉足荣幸的。拜托大家，一定要多多开心。来，我敬你。是讲各位先生一撮路遐尔啊远来到台北，等下要去倒位刷摊，我拢奉陪啦。啊是讲要来去找许长伟，同一下头壳交流一下。罗秘书长安怎安排？你安怎讲，我就安怎做。那是去找许长伟哦，我冇兴趣诶。那你做位讨论哦，台东温泉度假村的 case。好，大家哦，到时一定要多多看行啊。我唔是甲你讲过啊，政治人物台面下卡的代志，无可能讲到这么明啊。各位，拄仔吴总裁的意思是讲，台东好温泉、好山、好水、好所在啊，啊会用的吼，好好啊利用，将来啊一定会当好好发展的。这是一定爱开发的，若话阮台东吼，一定让人看作后山，对阮乡亲啊，实在是足歹势啊。罗秘书长，咱着继续拍拼吼，争取各种的经费。这是当然的啊，以后东来还佫有真侪代志需要靠各位的力量来推动。啊，咱地方上来会用好好啊发展，做出政绩，然后选举的时阵是毋是会用较顺利？再选民嘛会甲咱斗相听，敢是？嗯，阮一定会配合罗秘书长的需要。虽然这议员拢答应啊。应该就无问题啊！我只要把迄人带来，相信真紧就能赚够我侪钱，彻底甲杜家遐人拍牌，让因知影我的能力。啊，是讲各位行一撮这么远哦，来台北副罗秘书长的约啊，真正足辛苦的。
啊，我有准备台北上出名的文山包种茶，要送给大家当作伴手啊。这阿你哪有好意思啊？这一定要好意思的啦。这文山包种茶吼，这意思就代表吼，未来各位选举的时阵包种啦。这么好的礼头哦，是真珍贵的。而且大家记，这茶米摕转去，一定要留好家己用，千万唔通摕去送别人。阿无是把好运送出去哦。祝你福气，阮的未来一定会足顺利的。这种的好彩头，当然阮会留咧家己用。来来，谢谢谢谢。看起来遐茶米，就是我疏通亿万公关费。有一挂代志哦，确实需要包装，免讲成本。大家顺行，顺行，谢谢啊，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先生，你拄只表现了袂歹，所有议员对你印象拢真好。我想咱安啦，得到伊的支持应该是妥当的。咁有影？我拄只无做啥。我搁另外拄只有机会表现嘞。其实参像因这种政治人物啊，上惊就是去拄着伤过车的人。你若愈低调，因甲你合作就愈有安全感。这都是政商合作的美感。我也是让真侪学会才学会晓。看起来我搁真侪所在会向你合适。啊对啦，啊是讲拄只。咱是啦，我有一个学费啊。讲定价啊，一个八百，四个三千五百万。什么意思？啥？公关费还这么侪钱？都跟你讲讲定价，一千五二就袂用囝。你想看卖啊？这学费尔加了较少，到时候敢有可能让你乌吧？看起来哦，我今仔日。真正是学真济啦，啊，不过这边哦，啊，我摕3200万出哦，这你是咧丢毒啥啦？这叫做放长线钓大鱼啊！你3200万会当换转来32亿，啊，你要哪卖啦？啦，我当然啦。安尼就对啊啦，公关费哦是正常家的潜规则呢。你要想看卖啊，拄只遐议员是看在艾伦的面子上，才来甲你交陪。这种机会哦，是人人有的呢。艾伦，多谢你替我开心啦。你放心啦，我一定表现我的诚意，证明你甲合作是正确选择。3800万。好，我先收落来。你等我好消息。来，卢秘书长，真正多谢您。奶奶要先走。好。起来，咱已经得到伊完全信任啦。啊，续落来，咱应该会当慢慢仔为伊遐把钱拢搵出来。是啊，真正是笑汤软鸡蛋啊！这个吴全胜吼，绝对想袂到讲，伊的贪念会害伊跋落去万底深坑。哈，也是讲，拄仔你迄茶米罐仔内底藏的是文山包种茶。对不起，对。多谢你，阿妈麻烦你替我祝贺白雪糕为止。好。阿姐啊，吴秘书长到三江哦，确实吴全胜真紧就找到。明伦，其实这件代志啊，你的功劳啊嘛真大啦。
因为阮所有人拢无方便出面去对付吴全胜，加在你甲罗秘书长有听闻。来，我即马代表阮多家，还佮亚洲集团感谢你。啊，多谢。之前因为检调单位的调查，我了准讲吴全胜伊的行动会变啊更加保守，啊更加细腻。结果想袂到，伊原是这样小贪。忍袂住，急要出手，想要挖更加侪钱。不过啊，一战警就卡着你。出来，我若约了无唔对，伊应该第二下去找沈曼娟代替处理资金的代志啊。瑞峰，啊，即马代志拢进行到真顺利，你目头油油，是安那？搁啥物顾虑啊？我想讲。咱动作要较紧嘞，亚洲集团资金已经完全掌握差不多，咱俩赶紧把钱往伊边套转来。阿若无烦恼，所来亚洲集团营运会出问题。安尼，你有啥物想法？即马咱为吴全胜一边哦，套两三千万，对来讲，伊讲都袂听。啊，既然吴全胜这样小贪。那做一遍回到，安尼茫拼命，在这过程当中做上侪失常，一直成为鼻孔。更严重的是，假使吴全胜改变心意，甲沈曼娟直接撮走，那恁爱可惜就白了工啊。嗯，我赞成瑞峰的想法。说来，看你有啥想法，啊，爱我安怎配合，拢会用的啦。啊，我初步想法是安尼啦。一开始吼，我心内的声一直叫阮放手啦，男人啊，就爱勇敢向前行。想要对天大声讲爱你，想要对天大声讲。我想你今夜风里面露雨你来做啥露雨我今天附近买早餐顺便买你的来你看这里是用爱食的葱抓饼，还佮咸豆奶。免啦，我即马较爱食三明治。你莫误会啦，我嘛买刘会长，还佮有麦克的，伊毋是共款嘛，都爱即道。李太，好啦，你去当走。对啦，许忠祥迄个人，我爱提醒你。你对伊爱特别细腻，会当伫正大遮尔济字，就表示讲伊毋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多谢你，啊，不过我无需你的关心。若雨，请你相信我对你的心意。即马我跟他差一步，第一样将会对一切，然后公英甲你带转去。差一步就当将买一切，这是啥物意思？我跟他希望。你会当搁等我一下，只要搁等我一下就好啊。啊，我小爱妻啊，我毋是无想要食你煮的早餐啦。啊，咱才拄新婚尔，我惊你伤过辛苦，安尼我也毋甘。哎，老爷。哎。哎，你有安怎无？哈，我拄则看到不正不义的那笨手人呢，伊来先生啊。无什么代志啊。伊就提早上来讲，要和我甲麦甲会长做伙食。啊，不过我看到伊哦，就无胃口。这间早点听讲要排足久的才买有呢。这怎伊买来啊？啊，你拄则讲你看到伊就无胃口，也是讲我甲你斗相共，我帮你甲伊处理了，好不好？水亮。嗯。你看我煮的物件就无胃口，啊！你即马看到这，就二十鬼上身。
不要紧啦，你若想要吃，摕去吃。洛伊，多谢你。好啊，安尼哦，阮就省一顿啊。我甲小爱哦，嘛免阁走出去买啊。你无做哩吼，阮即马转去帮你把这个早顿吃哩了。好。好啦，门爱关哦。好。拜拜，拜拜。喂，麦，什么代志啊？若雨啊，金融的董事讲李婉萱突然间要办记者会啦，敢那是因为进前迄个大清钢铁的代志。我讲爸已经挂过去啊，伊马赶紧过来。好啊，我知影，我马上过。拄假正义，再来讲一寡莫名其妙的话，敢会甲这个代志有关系？我看，我先去找会长好啊。雨婷啊，李婉萱，伊毋是你的查某囝？奇怪，阿国是安怎会甲我讲这种话？爸，你咧想啥？我咧想，阿国在教堂的时阵。伊讲完全不是我的查某囝，伊是不是去用拍到头壳昏去啊？才安尼胡白乱讲话。无要紧啊，听讲阿哥已经无代志啊，咱阿公司的代志处理好势，找时间再去问伊啦。李婉萱是咧装金身哦，到底要等偌久啊？婉萱，你唔讲你去买早顿，哪会这么久？你早起倒去买啊？我当然是早起买你爱食的饭圆啊。这个。最近早餐店生意足好诶，一直让你排队诶，我才会拖遮尔久才回来。送你有心啦！你看，我今日穿安尼有水吧？当然嘛水啊！啊，不过今日诶记者会是要宣布你要辞职，我要就你。啊，你穿到遮尔水是要创啥？这就是政治上诶美甲。比起较早我穿鞋时阵。大家拢爱等我落座，想要放大落水口。这边就算我辞职落台，我嘛要办啊足清呀，袂当让人看袂起。安尼嘛会当给我的支持者一点好印象。啊，原来是安尼啊！我即摆状况会当讲是如履薄冰啦。刷落台的每一步拢爱较细腻，袂当阁有死角差。卡出即摆我会当顺利度过危机。我打算推动独立参选立委，回头我输了谁拢会赢？我就是不甘我输了徐千妹，我一定要跟伊拼到底。就凭你，你这摆名声已经臭到众人嫌啊！国小时想要东山再起，过来，我要给你一个震撼教育，你才会知影你家己有几牛头。我感觉。你想太多啦，徐小妹，不要再跟你比。来啦，先吃早餐，等你们才有气力去面对那些记者。多谢你，老公，你辛苦。你先下顶吃早餐，我先去联络看麦，看记者会安排了安怎。
喂，小阿，我有一件代志，要麻烦你。媒体的先生小姐，因为我个人因素耽误着大家宝贵的时间，而且我向大家核实嘞。即阵仔因为我立委的参选，互对手抹黑欺负，我廖尊讲我立委退选了，连拍扁一场风风雨雨。想袂到，伊竟然无拍算要帮我刷，想要把我拍落去万底深坑。这根本就是一场恶毒的政治阴谋。所以李议员，你的意思是，金融创投的危机是有人挑过伊要设计你的，是不是？这是我合理的推断。金融创投这件代志，一开始只是一位姓朱的女性员工，因为个人的私事，然后将上清钢铁相关单送出去，造成对方受伤，也准讲阮的银行无款。这件代志我发现了，马上就处理了。先从汇款付清，然后我将这个女员工洗头了。不然廖尊公，这是一个小小的事故，要造成伤大危机。想不到竟然有新的人将这个消息放予媒体。今麦变成我个人操守的问题。所以对你盗用公款的指控，你是全部把它承认了。当然，这是包。啊，不过嘛，因为这件代志，金融创投的名誉受到伤害。我有责任，对我辞职，对投资者有责任。我身为金融创投的董事长，还有责任感，袂当讲歹做就歹做。经过我详细思考，我决定将这个位置暂时交接给我的先生郑毅。不过，我要在这搁一再强调，这件代志真有可能是进前离职的员工。甲我政治对手联合起来，自导自演的一个恶果，自头到尾，我才是上大的受害者。这个李婉萱，竟然把所有的罪名全部拢写在陆伟的身上，真正是有够恶毒。李议员，你讲迄位姓朱的陆元刚要报复你，伊甲你敢有啥物私人恩怨？这位姓朱的女员工其实倒有一项交情，而且伊嘛受到阮爸的重用，一直做阮爸的代走。不过阮爸离开金融创投了后，伊无愿意接受我的指挥。啊，不过我想袂到，伊竟然会对公司的利益有这么大的伤害。真正是厝内若无爸，鸟鼠就会翘脚。刘光耀，哪会早来？老会长，拄则你的查某囝，甲金融创投即届的债务危机，拢撒予一个姓朱的女员工。针对伊的解释，你有啥物看法？各位记者朋友，拄则我的查某囝所发表的自清言论，完全是伊个人单方面的讲法。我就你讲，一定要请当事者出来，甲伊当面对质，安尼对双方面才是公平。你讲迄名当事者，就是迄名姓朱的卢文刚，伊人无来，是要甲李议员对质。哇，就是李议员受气恐吓啦！伊敢毋是许宗强、许昌伟、刘炳宇？伊叫朱诺明。李议员，你讲的政治阴谋，原来就是暗示朱诺宇小姐甲许宗强、许昌伟勾结要陷害你。我拄则解释过，这只是我合理的推论啊。既然朱小姐伊本人已经到现场，
那呢，咱就请伊向大家解释，是安怎伊会做无应该做的代志，甚至到我头落水陷害我。这真清楚，就是一个陷阱，目的就是要打击我，将我的名声尽扫落地。李远，假使讲那真正因为我工作上的疏忽，造成金龙创投还有你的损失，我真欢迎你来告我，我绝对袂想骗我的责任。啊，不过，为代志发生到即马，你啥物拢无做，你颠倒先来开这个记者会，而且用一个不明不白的代志来指控我，替家己脱罪。请问，安尼做敢有合理啊？照你安尼讲，这毋着我家己设计，这对我有啥物好处？我敢有需要用我家己的名声，甲金融创投的商誉做伙来糟蹋？我想，会变成这款局面，应该是你当初料想袂到的。一开始，你只是想要用上清钢铁循环单来设计我、陷害我，想袂到。你成功变的人，竟然想要趁这个机会，把消息放互媒体，颠倒去害着你。你为着要安放家己的错误，所以决定把所有代志扫于我遮来。若雨，那会知影是我将消息讲出去，这个代志只有千妹知影。你即个意思，唔是我拄则讲的，拢是白插话。这只是我的推测啊。即马就看什么人解释较合理，看大家是要相信什么人啊？明明就是你，甲许宗强做伙来陷害我。李议员，你即马已经失去选立委的资格啊！而且你的党团已经准备要开除你的党籍啊，所以你即马是一个无影响力，而且佫一点仔利用价值拢无的人。请问姐，我甲许常委？先做要设计陷害你啊！对你，大家敢有啥用不到？你讲啥是假？讲啥是假？相应啥就是相咯。你，王旭，旭，你个冷静呀！若是你要动手，媒体一定会替你做文章。各位记者朋友，真歹势，这本来是阮金龙创投的家内事，结果却造成社会大众这么大的不安。我伫这个所在，真慎重要向社会大众回信的，真歹势，予大家看笑话啊！老会长，手骨是骨折无骨出来。为什么这件代志你自头到尾拢无跳出来替你的查某囝李议员站声？其实，我甲婉萱之前有发生一寡冲突，我实在是逼不得已才来离开金龙创投。我甲董事长的话来让予伊，也毋过这段期间。伊的所作所为，完全拢无经过我的同意。我即摆嘛真想要了解，事实的真相到底是安怎？啊，若是关系到我的家庭的部分，我甲婉萱确实应该好好检讨。爸，姐也对你做出这么多不好的代志，你到今摆还够咧保护伊？各位记者朋友，对我这个姐啊李婉萱的所作所为，我实在是看不惯，所以今日就要伫这贴出来证明。李婉萱即马这个董事长的位置，是按阮爸手头硬手过去。一直叫阮放手啦，男人啊。
想要对天大声讲爱你，想要对天大声讲我想你。今夜风微微。各位记者朋友，对我这个记者李婉萱的所作所为，我实在是看袂落去，所以今日就要伫这贴出来证明。李婉萱即马即个董事长的位置，是按阮爸手头捏手的。莫阁讲啦，爸，即马即件代志已经毋是家内事啦。李婉萱甲你的财产取走了后，就无爱管你。我私底下去找伊几落届，伊嘛无爱睬我。即马，伊惊影响伊的名声，就叫你着急。开这个记者会来澄清，就表示讲对伊来讲，伊的民主比亲人较重要。所以即马，我就利用社会观感的力量，逼伊面对问题啦。李议员，恁弟弟讲的敢是真实的？其实我本来无打算将这个事实讲出，啊，不过我无得接受，莫甲安尼打击。其实麦克伊对我的成见真深，伊靠说阮爸疼惜伊，一直想要分化我对阮爸的感情。嘛是因为伊，我甲阮爸的感情才会愈来愈疏远。麦克，我对你的吞忍，原来是你的软头真贵。敢知影？安尼话出伤心。李婉萱，你可要开始唱高调啊？这种话你嘛讲会出来，你唔惊单位讲？李婉，你讲白差，面拢袂红呢，确实是一等一的专业演员。许姐妹，我无邀请你，你来做啥？当然是来主持正义的啊！拄啊好，老会长嘛伫遮，李婉萱。你应该欠会长一个交代。你是讲啥？会长，我知影，因为你家丑不给外扬，所以一直咧忍受李婉萱。啊，不过伊的所作所为，连我这外人拢看袂落去啊。所以，我甲阮哥决定要跳出来，替你讨回一个公道。各位记者朋友，李婉萱唔那是抢走老会长财产，伊甚至把老会长赶出门，让伊一个人在外口自生自灭。像这款不孝、不忠、不仁、不义的人，伊根本就无这个资格当做议员，甚至搁要出来竞选立委。今日呢，我来借这个记者会，各媒体的报道，希望全民拢会当知影，像这款恶质议员伊的真面目，也希望大家。会当将伊为政坛彻底踢出去。你两声我袂讲啥，无影无这代志，互你讲到有气有气哦。啥物我将阮爸赶出去？你讲真？董事长就伫遮，你跟我硬搞？会长，刚刚你要继续忍受李婉萱这种不孝女对你的讲的？你千万莫许千万使人，我一定反省，好好做你的乖仔囝。拜托，替我讲话了。萱，你敢真正知影，你家己做唔对啊？我知影，我真正知影。爸，阿你唔讲你要弥补我？你妈只要你一句话，就会当帮助着我。拜托，你阁给我一个机会好无？安怎？你即马才想要抱恁爸爸的大腿求原谅哦？想我啦！你搞什么屁？你若继续对我做这不实的指控，我让你告到脚脚生三步。老会长。
事实到底是什么？李议员今天向你不好。我的查某囝婉萱伊，伊确实是足不好的，伊完全都无带两分父女的感情，来抢夺我的财产以后，就把我，还有我的后生妹赶离开厝内。对我的死活，完全拢无要顾。爸，你真正有麦克生到生到这样太短啊！刘婉萱，你到即马过得硬啊！你甲副长挂出去的时阵，你敢有关心过伊？你敢有问过伊住伫倒位？我请伊来阮家住，你阁叫我一定甲伊挂出去。看出你这个不好路，早就应该寻求报应了。我无，我无，一定是你，全都别害害我。苏西，对苏西，你卖个变改啊！各位，我伫遮正式宣布，李婉萱一错再错，阁唔知悔改。本党的中常会已经决定啦，要正式开除李婉萱的党籍。从今仔开始，李婉萱伫外口的所作所为，甲阮高鸿栋完全无关系。没有，你袂安尼对待我啦！李议员，你阁有啥物话要讲？你做出遐过下代志，敢对起支持你的选民？你有要公开道歉无？有啊，你要道歉无？有啥物做出遐恶劣的代志？你要道歉无？为什么要关在管理的老师出去？各位，今日记者会就到这结束。刘婉萱无接受任何采访，拜谢。是你抓到我许千妹下场，就算你有七十二变的能力，拄到我这个如来佛，嘛爱在我手内底。看你这届是要安怎重新爬起来？
拢伫顶头，拢害去啊！想袂到刘光耀对我这么残忍，这么绝情，你再来时阵无把我打死啊！今麦都唔支持我，民众的信心嘛无啊！我是要来到徐建美打，我唔甘愿啊！好啊，你安尼敢会当解决问题？拄只外口迄个讲要罢免你的人，一看就知影毋是你的支持者，一定是徐建美叫来要打击你。你救不了，都无需要采取个人。安尼是安怎？今麦都无支持我，我地方的势力会渐渐的崩去。一个无民众支持的政客，真紧就会退出政坛啊！你今麦就要放弃？我当然无想要放弃啊！不过我是会当怎？我有办法。你有办法？我爱你听话，代妻出征，顶酸刘伟。之前有几个刘伟，嘛无政治的背景。啊，不过因为伊的亲人出代志，伊代替亲人出来竞选立委，最后嘛是高票当选。阿雪，只要你的条仔卡，啊，甲你的支持者继续挺你，伊就会甲选票投给我。到时阵，咱就会当同心对抗徐建明。对，我袂当选，你会当替我选啊。所以就安尼办，你代替我参选立委，我一定用我手头所有的资源来挺你。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对付那许千妹。许千妹，你俩尊讲，咱的战争结束，即马才开始。好啊，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拍拼。这场任务的选择，我一定会赢。李婉萱，还未交出财产，我就无法度甲伊离婚。徐千妹，佫愈来愈歹对付啊！我只好换另外一部棋。等我选到离位了后，甲徐千妹徛平关，我就要佫看伊要甲徐总啥物事啊！等时机若到，我就当将这两个小查某一脚踩开，回去甲陆羽做伙。王丽，你看起来心情真好啊，有什么好代志？台东温泉度假村的 case 已经准备要进行啊，我的名声真紧就拍出去，全台湾就知影吴全胜的能力，我哩较大个的人，哪有看不起我？我知影你即马也无法度放下你手中的投资，甲我离开台湾。也毋过你慢慢想遐尼紧啦。你经纬亚洲集团欧洲20亿呢，这样的钱哦，咱开一世人都开不完。你敢有需要去甲杜瑞峰继续待落去？曼娟，敢有人嫌钱多啊？国泽光这 case， 我已经投资4亿呢，我哪可能即马收手啦？也毋过，咱一直无离开台湾，是愈来愈危险嘞。你莫袂记，你即摆身上有歹官司，而且杜瑞峰阁是读法律的，咱若是无说你，恐惊啥物拢无啊嘞。安娟，你即摆意思是讲，我是黑手出身，我无能力，所以比袂过学法律杜瑞峰哦。不管是比手段、比心机，我绝对袂输任何人。尤其我袂输杜瑞峰。你让我了解，爱情不是利用甲欺骗，是你让我确定，
我一直在找的人是你，请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好弥补你，证明我是真心。慢中华，所有巴肚内囡仔是麦克的，当我是真实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麦克。你巴肚内囡仔到底是谁的？还是巴肚内囡仔是我的？这囡仔。至少罚个位啊！可是最后证明，囡仔不是我的，我绝对会帮你算。你若无爱我，要离开就趁早，不通等我目屎黏落涂骹。相对看，当命无共命，分手换咱最后无输无赢。问伤心，我的最安奈心肝，无卡快活。心肝无卡快活，就问你爱过我的心，哪会无留伫这？我心内伊个声，伊伫叫阮放手啦。男人啊，着爱勇敢向前行，问伤心。心肝无卡开。